天父的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圣洁的主日来到神面前，一起敬拜，一起赞美。我们要同心合意，高举我们的双手，我们愿一生敬拜你的主，一生荣耀你的主，一生侍奉你的主。愿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从天上降临在你当中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，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。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在家庭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在社会当中，都能够容神一人过得胜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之前，先来问候一下。我们要彼此服侍。你要服侍我，才能显明主的爱。我也会服侍你。阿门。我们要彼此服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上周分享了有关耶稣服侍的心态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合一的服侍。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4:1-6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起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人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万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阿门。我们都知道大雁或者是丹顶鹤呀，是一种候鸟，它一定要过迁徙的生活。春天呢在北方繁殖，冬天要到南方去过冬。那大雁和丹顶鹤在迁徙的时候，会有几十只、几百只，多的时候会达到上千只一起会什么呀？会迁徙。但是当他们进行这种长距离的飞行的时候，有一个特性啊，他们会组成一种就是样式。就是列队而飞呀，古人呢把大雁这种集体飞行的形式叫做雁阵，就像一个阵一样，雁阵。而为了要完成这种长距离的跨越，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飞到他们的目的地。在迁徙的过程当中，大雁应该排成什么形状啊？人形是吧？或者有的时候会成为一字形。科学家经过大量的研究啊，发现以这种方式啊，比单独飞行要用很多的时间，或者会浪费很多时间，或者是比他们一个大雁飞行的距离要长12%左右。飞行的速度啊，比单独飞行超过了1.73倍，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看起来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和距离，也浪费了很多力量。那因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一般大雁或者丹顶鹤最强壮的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啊？在最前面啊，替这些后面的大雁的什么要开路。以此啊，而且经常它会怎么样？会用这种叫声来提醒后面的大雁跟上它的队伍。那当它在前面飞的时候，它用翅膀啊，就是飞行的时候产生的这个真空的这个环境，会给后面的大雁减轻很多什么呢？阻力。所以有人说呀，大雁飞行的时候总是组成人字形，从来没有任何的大雁会破坏这个规矩和秩序，他们一直是按照这个方式去飞，彼此尊重，彼此顺服，彼此配合，同心合意向前飞行，才能够怎么样？一起到达那个目的地。所以通过大雁结伴飞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同心合意对于一个团队来说，对于一个集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阿门。大雁都能够彼此配合的话，何况我们比大雁要聪明很多的人呢？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这个姐妹要怎么样？同心合意，彼此服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对旁边大家说，我们要彼此服侍，同心合意。因为心不在一起的话，这个事情就做不了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雁的服侍啊，我们看到三点。第一点，
共同带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强迫的大雁疲惫的时候，会有别的大雁怎么样去带着它，会替换它在前面。我们叫共同带领。还有一个叫共同面对，就这些100至1000只大雁同时面对什么呀？前面的空气的阻力。还有一个就是共同成就，一起完成达到目的地这个目标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合一的服饰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保罗通过圣经向我们提出来什么呀？说神的儿女蒙召得救了，行事为人，服侍上帝，服侍教会，服侍肢体，服侍家庭，服侍社会的时候，必须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你要和这个恩典要什么呀？要成正比。神所喜悦的服侍是同心合意、合而为一的服侍。所以今天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说以弗所书4章4到6节，我们来读一下：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里提到了很多一呀，有同一个什么呢？同一个身体，还有什么呢？同一个圣灵，同一个指望，同一个主，同一的信，同一的喜，同一的神，几个呀？7个一。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，一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，我们要同心合意，共同服侍，才能够成就神所喜悦的工作。阿门。为神服侍与世界的工作是不一样的。世界上的工作需要技能、学历、文凭、才干，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力，在世界上才会怎么样？才会出人头地。而作为神的儿女，在服侍神的时候，神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需要的是能力吗？是才干吗？神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以弗所书4章2到3节，一起大声读一下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阿门。提到了几点呢？提到了6点。神要的服侍，不是才干，不是能力，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起来你是很优越的，这些是第二位的。最重要的，神要的什么呢？这6点，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呀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宽容，用和平联络，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。阿门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都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饶恕、彼此理解、彼此宽容的原因，是神教导我们要谦虚、要温柔、要彼此谦卑。阿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去服侍我们的主，服侍我们的家庭和教会。神要求第一个合一是什么合一呢？要在生命中合一，要在生命中合一。以弗所书4章4节是怎么说的？再来读一下呀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3个一。第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。身体、圣灵、指望看起来是什么呢？有连带关系的。这里面所说的身体是身体吗？不是身体。这个身体是主的身体，主的身体是教会。阿门。我们那旁边大家说，主的身体是教会。不是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当中是什么呢？我们是肢体。有人做嘴，有人做鼻子，有人做脚，有人做什么呢？做肝肺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主的教会当中，在主的这个身体当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是肢体，是彼此联络、彼此配合、彼此行走。阿门。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当中，头、眼睛、嘴、鼻子互相不听话的话，那就是出问题了，是吧？鼻子往这边，眼睛往那边，耳朵往这边。神要的是同心合意，来建造主的身体、主的教会。阿门。所以身体是圣灵做成的，每个肢体通过圣灵进入到这个身体，也就是教会当中。我们之所以有身体，是因为圣灵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因为我们都同样受了圣灵的洗礼。我们看一个经文，
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阿门。我们同样受了圣灵的洗礼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进入到哪里啊？进入到主的身体里。主的身体就是跟主的教会。阿门。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主的身体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。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都是主的身体，我们这个教会新中央教会是地方的教会，是在新中央教会附近的人一起联合在一起礼拜，我们礼拜的时候才是教会。阿门。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建筑不礼拜，这个就不是教会了。只有神的儿女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才是教会。阿门。那个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作为肢体，我们进入到主的教会，进入到一个身体，我们能够融为一体。我们所有的肢体都有共同的指望，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。这个指望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都指望耶稣基督会再降临到这个世界，会来迎接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呢？永恒的天堂。我们都有一个指望，永生的盼望。我们都有一个指望，神有一天会来迎接我们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忍受的苦痛，我们在地上所忍受的委屈，都算不了什么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的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家乡。阿门。圣灵让我们看到七个一，对吧？七个一，这七个一是谁做成的呀？是圣灵做成的，是神做成的。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位神，这七个合一叫做生命的合一。阿门。生命的合一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七个一。如果你没有这七个一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联合在一起。你和我弟兄姐妹怎么能够才能合一啊？就是我们这七个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？我们都是一个身体，我们都是被一个圣灵受洗，都有一个指望，都有一个主，都有一样的信心，都有一个同样的洗礼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洗礼，我们都只有一位神。阿门。如果我们这七个一不一样的话，我们就说有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合一？为什么能够合一？因为有七个一。阿门。我们重新再来整理一下，哪七个一啊？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位神。你有圣灵，我也有圣灵，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。阿门。你有指望，我也有指望，我们的指望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指望耶稣再来迎接我们，进入到那个永远的天堂，美好的天家。阿门。你有一个身体，我也有一个身体，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主的教会。阿门。我有一个主，你也有一个主，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位主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有一个信，你也有一个信，我们信的都是谁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有一个喜，你也有一个喜，我们都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而施洗。阿门。我们都受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喜，三位一体真神他为我们做了洗礼。我们都有一位父神，你有父神，我也有父神，我们的父神都是一样的，在天上为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父神。阿门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这个七个方面是共同的，我们才能够合一的。阿门。我们今天强调说要合一，如果这七个是不一样的，你受的洗和我们受的洗不一样，你受了什么母亲上帝的洗，这个跟我们没关系，没有关系的，你需要重新再受洗才行，因为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洗礼。所以有人说编造出来说有母亲上帝，上哪去找母亲上帝去？神是没有什么呀，没有性别的。合一怎么能得到呢？因为有了生命才能合一，合一是有机的，只要有了生命我们就都有了，所以叫生命中才能够合一的。生命的合一是神已经做成了，神给每个基督徒，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着七样东西，
我们只要在七个一的根基上合一，我们就是完全的合一。之所以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啊，彼此交通啊，彼此祷告啊，因为我们信的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有一样的信心，一样的信仰。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啊？就是说，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跟不信主的朋友会出现一些隔阂，你觉得很难和不信主的人再去很好的交流。每次和你这个以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和他交流的时候发现什么样？格格不入。原因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跟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合一，你们的信心不一样，你们的主不一样，你们的身体不一样，所以和这些不信主的人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好朋友讲，哎呦，我们去教会，我们去唱赞美，我们跳舞啊，我这个跟不上这个拍子呀、啊，跳的时候很奇怪的，没有人笑我，大家都在很努力在跳舞。我去教会，我就会喜乐。我们觉得这很感兴趣，我们觉得很好。可是你跟不信的朋友讲了，他会觉得怎么样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叫鸭子听雷是吧？讲完了，他不感兴趣。为什么不感兴趣？因为他的里面没有什么呢？这七个一样的东西。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很清楚地告诫我们，一定要做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阿门。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已经做成了七个方面的合一，并且赐给了我们。那叫我们竭力保守是什么意思？举例来说呀，我就不举这个例子了吧。简单来说啊，我今天呢，今天下午四点左右，我要去飞机场，因为我要去中国宣教，对吧？我们说过了。在去之前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们有一位弟兄拜托我，哎，说这个牧师啊，你去中国的时候替我捎点东西行不行？啊，替我带点东西到中国。我说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他给我五分钱，人民币五分钱。烧到中国，哎，没问题。这五分钱可能我会丢掉的，或者我会找不到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个钱太少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到中国再找五分钱，我就可以替他转达给谁。可是这个朋友给了我1000万韩币，让我从机场带到中国，我会怎么样？很紧张，走到哪儿都是。好像有人要偷我东西一样，特别进入到中国以后特别小心。韩国还挺好，韩国没有明目张胆去偷东西的，我觉得。为什么？竭力保守，因为这个很贵重嘛，1000万韩币啊！哎呦，我这一辈子，我这一年我就赚出来的钱，它的价值对你来说尊贵的话，你就会竭力保守。阿门。圣经当中说，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如果你觉得它珍贵的话，一定会保守的。阿门。你觉得它不珍贵，你还不值五分钱的，你就不会保守，你就会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就会打起来。你算老几啊？你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？凭什么你对我这样？可是圣经当中说，你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珍惜的话，就不会和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矛盾。我会放下，我会选择去爱他，去包容他，去理解他。阿门。用对方回答说：“你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。”因为他是最宝贵的、最珍贵的、最重要的。家庭当中如果少了爱，就不会合一。我这个老公啊，没有办法，已经建立了家庭，这个埋怨已经出来的话，那就出问题了。怎么合一呀？合而为一的心前面加上什么呢？加上了爱才合一，没有爱就不能合一。阿门。所以圣灵用竭力这两个字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样共同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个合而为一的心，神赐给我们七个方面的一，不能忘记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我们要珍惜它，竭力保守它，不要把它搞坏了、搞丢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许多人的难处就是不知道合一，
不知道这个七个一是宝贝，不知道这个合一有多么的珍贵，不珍惜，不在乎，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。正因为我没有想到生命的合一是如此的重要，所以没有竭力去保守，反而不经意的去破坏它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神。我们看使徒保罗呀，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这样说的，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？哪里面呢？藏在神的里面。和谁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呢？和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所以说这个合一不单单是弟兄姐妹的合一，和谁的合一啊？和基督的合一。阿门。我们对旁边大家说，你和基督合而为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，教会是主的身体，对吧？那主是什么呢？主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由你、由我、由每个弟兄姐妹这些肢体组成的。所以我们和神和基督是连在一起。阿们。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连在一起，与他同为一。阿们。所以合而为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不单单要在生命中合一，还要在哪里合一啊？在真道上合一。我们看为什么要在真道上合一啊？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，起来读一下：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真道上合一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要在真道上合一呢？因为要长大成人，要怎么样？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可以。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们信了我就可以了，我要你们成长，要你们长大，在真道上长大成人。以弗所书四章当中不单提到了生命当中要合一，还有另外一个合一，就是什么呢？在主的真理上，在主的真道上要合而为一。阿们。在真道上的合一，并不是在我们相信耶稣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刻与生俱来的。比如说我们今天都是刚信主的，刚刚来到教会，很难合一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道理，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还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东西，所以就会产生很多隔阂。因为我还像小孩子的样式，小孩子在一起经常会打闹，对吧？你抢了我的玩具，我想吃你的那个冰淇淋，我就去抓，我就去抢。为什么呀？不成熟吗？可是在真道上长大的人，是线上成熟的人，才可以怎么样？才可以放下自己的一些欲望，真正的合一。阿门。真道上的合一啊，并不是妥协和认同，也不是没有底线的求同存异，那不是真正的合一。合一不是单单用爱的精神，更是以真理的本质彼此认同，互相真正信服真道，这是圣经所谈的合一，这才是真道上的合一。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其耶稣说：嘿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就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，神看我们如同小孩子一样，一直在忍耐等待着我们长大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七节，起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吓坏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父母管我们很难管，为什么？不懂事，像母鸡要把这些小鸡都拢在一起，很难很难。主耶稣多次的教导我们，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用真理教导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。唯有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？真理。你对旁边大声说：真理可以让你的生命成长。真理可以让你的生命成长。什么是真理啊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就是神的真理。你只有在圣经上，你的这个知识，你的这个能力成长了，你才可以真正的怎么样和别人合而为一。而很多时候，就是听也听不明白，看也看不清楚。我们经常会唱属灵的高调，哎呀，也是你那个要求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！我们经常说属灵的话语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哎呦，主哦，这我们经常说这些话，说着说，
都是什么表面上的，我们会使用圣经上的词语，我们会使用圣经当中的术语，可是真理的本质，真理的原则我们却忽略了。真道上合一的误区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合一不是统一呀。有些教会和牧者强调说神只有一位，但是天下的宗教殊途同归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、喇嘛教、道教，任何的宗教，我们现在都是一位神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所有的宗教都连在一起了，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要合一。我们知道这个 WCC 现在做这个事情吧，他信的是基督，但是说什么呀，所有的宗教信的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合一在一起。所以在有些地区祷告的时候不是奉耶稣的名，他在最后说奉，我们应该说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对吗？但是有些人说所有的宗教都合一的，他是怎么祷告的？奉他的名，他的名他是谁呀？耶稣说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才可以，他的名是那个穆罕默德的名字呀，还是这个释迦牟尼的名字呢，还是老子的名字？我们怎么知道？这个不是合一，这是妥协。这种方法并不是在真道上的合一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统一，这只不过是把各种不同的组织团体归并在一起，但是在真理上完全无法合一的。圣经教导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，生命的合一是有七个原理的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没有这七个一的话，不能真正的联合在一起。真理是唯一的，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替我们受死又替我们复活的主耶稣是全世界全宇宙，是天上地下的，是过去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唯一的真神。阿们。我们信的是唯一的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在真理的道路上得救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。释迦牟尼无法让人真正得救，因为释迦牟尼也是人，他死了没有再活过来。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说我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甚至有人找他说你要救活我的儿子，释迦牟尼就指责这个人说人死了怎么可以复活呢？可是耶稣让死人可以复活。阿们。穆罕默德无法让我们真正得救了，因为穆罕默德是什么？是人，他死了没有再活过来，没有活过来。孔子、老子、苏格拉底，我们所说的天主教的教皇、教会的牧师，所谓的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山川、河流、花草树木、狗啊羊，你们信他，他可以让你复活吗？可以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吗？你就拿着一个石头说你是神，他能带给你什么？什么也带给你吗？阿们。唯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他可以使我们真正的得到唯一的拯救。阿们。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那旁边叫什么？耶稣是复活的神。耶稣是复活的神。你去找，你去找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，哪一个教主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找不到的。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才有希望，我们才有盼望。他是唯一复活的主，他是唯一的救主。阿门。我们所说的合一，不是说这个也行，那个也行。真理只有一条，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”阿门。有哪一个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宗教的教主说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是生命呢？没有人敢说，因为人就是人，而耶稣是神，所以他敢说，他能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要联合在一起，我们要在神的知识上，在神的智慧上，对神的认识上要成长起来。阿们。不要再做小孩子的样式了，不要再天天跟父母又撒娇又耍赖又哭又闹。神在等待我们，神期待我们在灵性上，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成长起来。阿们。我们那旁边大嫂快长大了，不要再做小孩子了。
属灵的生命是可以成长的。靠什么呢？靠圣经的话语，靠真理是可以成长的。我们看第三个合一，我们叫服事上的合一。我们今天通过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了解到合一有两个。第一个是在生命中的合一，有七个一，是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合一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。而在生命当中合一，我们要讲竭力保守，竭力保守。我们说过了什么？五分钱、一千万韩币，价值如何的尊贵呢？合一对我们来说是最尊贵的、最宝贵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圣经当中，耶稣说什么呢？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、上好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圣灵。阿门。圣灵来，为了让我什么呢？合而为一，让我和神连接在一起。阿门。另外一个合一是真道上的合一。真道上合一，我们要不断的追求，因为你不追求就不会长大。你不去看圣经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赞美，你不礼拜，你永远是一个属灵的婴儿。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竭力的追求。阿门。哎，我中国有句诗叫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，是吧？希望我们在神里面信了三年的，信了五年的，信了十年的，信了二十年的，我们彼此来对照一下。可能有的信了一年的，比我们信了二十年的信的还要好，因为他在竭力的追求。阿门。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啊，她来韩国也就有二十多年了，将近三十年了，差不多是。哎，那个时候是二十年。然后呢，他是被出入境管理局、被法务部的人抓住了，因为在韩国是非法滞留的人。结果这个被送到华城的外国人保护所，外国人保护所，就他在的那个房间呢，所有外国人保护所的这个职员都去过一次，都去参观，你知道吗？去见的。然后后来他就问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总是来看我？”他说呀，你是我们当中的宝贝，就是我们头一次见到在韩国非法滞留了二十年的人。你是稀有的，是珍贵的，头一次见到二十年的人。我们一年的、两年的、三年的、五年的时间都见过，二十年都没见过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说：“哎，但现在那个时候已经十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可能有三十年的。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我呀。”我生活在韩国，虽然是非法滞留，但是我已经爱上韩国了。我真的很喜欢在这个国家生活。你们就不能通融通融我吧？我为你们韩国做出这么多贡献啊，给你们，我赚钱赚钱，这个钱都被你们你这个剥削走了是吧？二十年的时间，我为你们做出这么多贡献，就让我留在韩国不行？那这些出入境管理局的人和这个保护所的人也很同情他。但是法律和政策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最后他就回国了。回国之前他说了一句：“他说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我最后悔的，我在韩国待了二十年，我不会说韩国语。”我们来到教会，在教会待了二十年，你还是属于的婴儿，多可惜！人家来到韩国不到几个月，韩国语说的哇特别好。哦，你是朝鲜族？不是，我是汉族。问你怎么学的？竭力追求。阿们。我们要追求在属灵的真道上，要追求。阿们。我们地方跟大家说好，你属灵的生命要成长。这个例子虽然不是特别适合呀，但你想象一下，在韩国待了二十年，你不会说不会听，多可惜呀，是吧？你来到教会已经二十年了，哎，这你们唱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还都不知道，多可惜。这么多宝贝，我们要挖掘出来才可以。阿门。除了生命当中的合一和真道上的合一啊，圣经当中还教导你们要在服事上要合一，要像那个大雁，像丹顶鹤，在他们飞翔的时候要彼此联合，在服事上合一。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啊，还有一种合一叫服事上合一。我们看我们教会这个现在有一个唱诗班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师母，这个已经表演了两次了，是吧？一次比一次好，第一次就已经很有恩典了。结果第二次这个《爱的果实》唱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很感动，我觉得，因为练习的时候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被师母批评了好多次，是吧？总是唱
唱不准，找不到调。哦，第三次这个更难，一个比一个。可是他们出来唱的时候唱的怎么样？唱的怎么样？很有恩典，合一点。他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有高音，有低音，有男高音，有女高音，有男低音，有女低音。每一个声音的那个旋律和那个调子都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唱出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很好听，对吧？这个是合一的恩典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对方这儿，我们在服事上要合一。如果你们能像唱诗班一样那么去配合的话，那么努力的话，我们的教会肯定会复兴起来，阿门。对，我配合你，你是高音，我在这唱低音，别人听不见我也唱，我就大声的唱。师母批评我，我还是要唱。这个叫什么呀？叫服事上合一，阿门。所以在唱诗班，这个服事的人有福了啊！你们了解了什么是服事的真谛啊？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通过摩西呀、我们通过摩西来了解一下，摩西和他的这个学生或者他的门徒、他的弟子约书亚，他们俩彼此配合的。我们叫同心合意是神的要求，神要求这样去做的。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17:8-10，起。那时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什么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、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。我们看呢，约书亚带着兵到山下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而摩西和两个人呢、摩西和亚伦霍尔到哪儿去了？到山上去了。在山上他们做什么事啊？祷告。摩西带着亚伦霍尔在山上祷告，约书亚在山下做什么事情？战争。这个事情什么呀？服事上的合一，彼此配合。摩西和这个霍尔、亚伦没有直接参与战争，但是他对这个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他们举手祷告，约书亚就得胜了。他们这个手累了放下来了，约书亚就怎么样？就失败了。而且约书亚在这场战争当中行了一个神迹，我们以前讲过了。约书亚向神祷告说，就是神啊，因为这个日头马上要落了，天要黑了，我们战争的话不能结束，需要再打，求你直到我得胜为止，让天上的太阳、天上的月亮都停止，直到我得胜为止。所以当时太阳和月亮是停止的，所以后来科学家研究嘛，世界上说少了一天嘛，这一天跑哪儿去了？原来是约书亚祷告那一天没有了。因为什么呀？月亮、太阳停止了，时间静止了，那天不见了。那摩西和约书亚的配合就是服事上的合一啊。当摩西和约书亚配合的时候，神就喜悦他们，因为早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合一的服事。神最初创造了谁呀？第一个人是谁？亚当，对吧？神看亚当说了一句什么话呀？他觉得他怎么样？孤独。所以他为他创造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夏娃。为了让他怎么样？两个人同心合意，一起来服侍上帝。我们看创世纪2:15-18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一个人的力量是太渺小，所以他为我们安排很多肢体彼此配合，阿们。虽然伊甸园里面只有两个人，神说什么？你们两个人要连成一体来什么呀？来生活。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同心合意做着同一件事情。他们两个做什么事啊？看守伊甸园当中的什么呢？这些水果，看守园子，修理看守伊甸园。这个园子的主人是谁呢？耶和华神。亚当夏娃的工作是修理看守啊，亚当是修理和看守，夏娃是做什么事情啊？帮助亚当出主意，
因为女的力量比男的要小一点，是吧？她负责什么呀？动嘴，阳的负责动手。以神为中心的团队当中，他们的领导是谁呀？是神，对吧？神领导亚当和夏娃，亚当动手，夏娃动嘴，所以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服侍的什么呢？一个合一的状态。亚当和夏娃分工明确的呀，他们配合很默契，一同服侍我们神。神拣选了摩西，神向他启示，面对面对摩西说：“摩西呀，摩西，你要去埃及，要把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带领出来。”因为我听到了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些哭求。摩西说什么呀？摩西，我不行啊，我这个没有说话的能力啊。所以神知道摩西的一个人是做不了事，就是给他安排了谁呢？安排了亚伦和他一起配合。阿门。所以神总是在我旁边为我安排可以一起去服侍的。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魔爪，但神也知道摩西他自己的力量是孤单的，为他安排了亚伦做他的同工一起服侍神。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当中以后啊，神看到摩西一个人，看他一个人管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带领多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啊？60万人，一个人管理60万人能管理得过来吗？我们教会今天不到100个人都已经这个脚打后脑勺了，忙不知道该忙什么东西了，天天忙。摩西一个人管理多少人呢？60万人。所以神看到了，神让谁去对摩西说话呀？让摩西的岳父，对吧？他老丈人，还不是以色列人呢，去找摩西。说摩西呀，摩西，你不能这么干，这不得累死了？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才能做完呢？你要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。设立一些同工和你一起去管理以色列百姓，从此以后，摩西减轻了什么呢？很多负担。教会是一样的，教会有牧师、有传道师、有执事、有平信徒的同工一起来服侍神的这个教会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在服侍上要彼此合一才可以。我们看，摩西带着约书亚和亚，这个叫什么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。他们征战是靠武器吗？是靠军队吗？都不是。他们得胜的唯一的因素是靠合作和祷告。阿们。在合一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在神的里面，战争不是靠什么呀？不是靠刀枪，也不是靠武器，也不是靠人多和人少，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阿们。我们读一个经文，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”阿们。我们基督徒得胜是靠什么呢？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的战争在哪里呢？我们的战争是在属灵的空中的，和我们的欲望，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里面看不见的那些邪恶的势力，我们做什么征战呢？属灵的征战。而我们征战的时候，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，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得胜的，唯有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阿门。我们对旁边大家说好吗？你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你就可以得胜。神通过先知西班牙用他的口要求以色列民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西班牙书》3章9节，用清洁的言语，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侍奉。阿门。用清洁的言语求告谁呢？求告耶和华。侍奉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得胜。到了新约时候，使徒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读一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5章12节，起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信的人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。他们都怎么样？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。正因为使徒和信的人们同心合意，不懈祷告，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和奇事，见证复活的基督，见证荣耀的基督。到了新约时代的腓立比教会，就是同心合意服侍更美好的见证。我看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同心合意服侍的，
菲律比书一章五节，其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所以菲律比教会是福音兴旺的教会，原因是他们同心合意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头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复兴，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复兴，我们的家庭要复兴，我们的生命要兴盛。我们依靠什么呢？要同心合意才可以。阿们。好，对在旁边的人，你要同心合意，服侍我们的教会，教会才可以复兴的呀。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别乱烦我。这个你不行，我行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彼此配合才可以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同心合意服侍神，需要各尽其职，彼此服侍啊，这也是神的命令啊。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17:11-12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思考啊，我觉得这场战争啊，摩西比约书亚累多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这个手一直举的话呀，特别特别这个难举。你要能举一个小时，我都不太相信了。你举个10分钟，这个就已经不行了。那这个约书亚战争多长时间？大概1天的时间。他这个手一直要举，要倒，那有多累你是知道的。他自己是不行，靠谁呢？靠旁边有两个人帮他怎么样举手。但是说什么？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怎么样？就失败是吧？那说明旁边的亚伦和户尔也累是吧？因为他的手要推他的手嘛，三个人都要举手，所以三个人都很累。就我们的教会服侍的时候会出现很累很辛苦的状态，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样？要坚持。阿门。对，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摩西、约书亚、亚伦、户尔，他们四个人分工虽然不同，但是却各有各的工作，各尽其职的职责。摩西给他们彼此搭配，彼此服侍，各尽其职啊。如果这场战争只有摩西的祷告，没有约书亚去打仗，怎么能够得胜？肯定是失败。如果只有约书亚，我是这个将军，我善战，我有能力，指着他去打仗，没有摩西的祷告，这场战争可以得胜吗？不能。如果摩西祷告的时候没有亚伦和户尔在旁边扶他的手，这场战争能得胜吗？也不能。神要的是，就是你们四个人。你们四个人的配合决定了这场战争是否能够得胜。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，就是靠弟兄姐妹彼此我们去配合才能够复兴起来。阿们。为什么没有复兴？因为不愿意彼此配合，不愿意彼此饶恕，不愿意彼此包容。圣经当中说要个人看个人比自己强才可以。阿们。因为摩西的手发沉，亚伦和户尔要扶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摩西的手可以有力量，能坚持高举双手祷告，直到什么时候？日落的时候。在这场战争当中，四个人，摩西、约书亚、亚伦、户尔，他们四个人各尽其职，都尽上了自己所有的力量，彼此配合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同心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要得胜。无论需要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献上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了什么呢？得胜的一个果子。阿门。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彼此连接在一起，我们是肢体，我们要建造这个神所写的教会。罗马书12:4-8再来读一下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这种各尽其职，并不是各干各的，而是要怎么样？彼得前书4:10，再来读一下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所以你们有时间多看看罗马书12:4-8，多看看彼得前书4:10-19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彼此按照自己的恩赐彼此服侍。哥林多前书12:14-14，我们再读一下：
身子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个人都是肢体，但是身子只有一个，我们连在一起。我们继续读吧。赤裸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赤裸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音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，但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。阿们。肢体上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最重要的，一个也不能丢掉。阿们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最后来读一下：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各节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彼此联络，彼此建造，彼此服侍，合而为一。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甚至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才会怎么样，能够更加的有神的恩典充满在当中。阿们。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啊，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啊。这个叫就是有几个小孩子，有七个小孩子，这七个小孩子就是叫斗来咪发骚拉西都。哎呀，这七个小孩子呀，每天在一起都吵，都呢就天天喊都都都都都，赖呢就天天喊赖赖赖赖赖，然后每次在一起就很吵很吵，没有一天他们在一起不吵架的。所以这个村子里人呐，天天因为这个都来咪发骚拉西都，就是大家都受不了。哎，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些小孩子们呢，就是看到大人们高音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些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一起，高音的哆，高音的来都说自己的，但是他们配合在一起的声音很好听啊。你说为什么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声音这么好听呢？我们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这么的难听呢？原来没有彼此这样配合，我只说我自己的，我只唱我自己的，我没有看别人。所以你们知道唱诗班呢，是需要听旁边人的声音的，不能只唱自己，如果只唱自己的话就危险了，而还要看那个指挥的，指挥哎到男低了，男低才可以唱，到男高，男高才可以唱，哎男低不要唱了，这结束了就不要唱了。如果这个你不该唱的你唱的，那声音就出现什么样，出现特别的声音。所以合一的时候是需要彼此配合，阿们，要彼此放下，彼此饶恕，彼此祷告。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啊，不但是我们这些中国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来到我这边的参加服事的一些韩国的执事们，我看到他们是很辛苦的，因为这个语言上也很辛苦，还要听这个翻译器嘛，是吧？我们听得很清楚，他们要听翻译很麻烦，所以我们要彼此配合。那我们用一首赞美，一边赞美一边奉献，好，一粒麦子。Oh, no.
落在地里，我们愿意掩埋自己，愿意用尽自己，我们就可以结出更多的籽粒，荣耀我们的主，荣耀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合一，求你赐给我们在真道上的合一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在服事上的合一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元首，你是我们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我们这些同作肢体的，一起彼此联合，彼此建造，建造神所许的身体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，荣神一人。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也每天每时每刻都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敬拜我们主，敬拜我们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用掌声来荣耀主，好，阿门。好，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？有新朋友是吧？好，我们请新朋友到前面，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哈。我们用掌声来欢迎。